十二日 ，Selina 任嘉萱通过微博晒和妈妈合影，并俏皮配文写道：“姊妹小约会，泡汤加美食等于幸福。”问题来了，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请作答。照片中，任妈妈身穿黑白条纹上衣，配长裙，留着波波头，身材纤细，非常的年轻漂亮。母女俩亲密的贴脸拥抱，一起约会，享受美食，犹如姐妹。此微博曝光后，惹得众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，其中有网友称：“送命题，不敢回答。”任嘉萱俏皮回复：“快拿命来。”也有网友称：“好难回答哦，不然我猜这是双胞胎。”任嘉萱直接表示：“好虚伪。”更有网友称：“反正都是美女。”此网友得到任嘉萱的赞赏，给出满分，十分的逗趣。非凡娱乐。